大自然中有许多性格温顺的动物，它们喜欢与人亲近，是人类的好朋友。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哪些动物可以和我们进行零距离的接触吗？今天，快乐体验就带领同学们来到浙江省宁波市野生动物园，与这里的小动物们进行一场零距离接触。本期节目中，同学们可以了解到活泼可爱的环尾狐猴喜欢吃什么，了解到两种袋鼠的外貌差异，还能了解到西蜜鹦鹉的相关知识，最后还有超萌的动物宝宝登场。同学们在这场亲密接触中究竟表现如何呢？一切精彩敬请关注本期的快乐体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是在浙江省宁波市野生动物园，我们来到动物园，你们开不开心？开心。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右手边的这组是守护者队。守护者队，你们的口号是动物安全我们快乐，守护动物人人有责。好，我们这边呢，观察者队。哦，观察者队，你们的口号是仔细观察，有争第一。动物园里有什么呢？你们是不是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我最喜欢的动物是老虎。哇，好害怕呀，小老虎就在我的身边哈。好，欢迎我们的小老虎。我喜欢小狗，汪汪。哎呀，好可爱的小狗。你们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喜欢袋鼠。哎，小袋鼠是不是？好的。我喜欢小猫咪，喵。喜欢孔雀。好，今天陈怡姐姐带着大家要一起来体验一下和这些动物朋友们零距离接触，你们想不想？想。好，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受挑战吧，加油！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这个动物园当中的一个小乐园，这里呢生活着一群特别可爱的小动物，有没有同学知道它叫什么呀？环尾狐猴。那么我们首先来到第一关的挑战任务，就是和环尾狐猴有关。那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我们旁边的饲养员叔叔，你好。你好，你好，各位小朋友们，我饲养的环尾狐猴到目前为止已经4年多了，在这4年里面，我也是看到了一些小生命的诞生，包括我们今年2021年的宝宝也在我们的桌上了，看到没有？看到了。我们差不多每年能繁殖出10多个新生儿，其中呢也会有双胞胎的宝宝啊，因为双胞胎的几率会比较小一点，单胞胎的几率呢会比较高了。嗯，环尾狐猴啊是一种灵长类的动物，就是俗称的是猴子。它跟平常我们见到的猴子有什么区别？它的尾巴上面的毛发很奇特，别的猴子它都是一个颜色，而它是黑白相间的。好，来这边。它的耳朵是比较尖的，有点像猫的耳朵，前面这个鼻子和嘴巴有点像狐狸的。哎，尖尖的是不是？嗯，它的尾巴是一个钩子的形状。就是它这个爪子下面特别软。哦，你都摸到它的小爪子了是不是？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哎，观察得非常仔细。黄色的啊，这个名字啊就是因为它的尾巴环尾狐猴，一环一环黑白相间的长尾而命名的。刚刚也是一个小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它们的尾巴是竖起来弯的，对不对？它们的尾巴弯起来就像个问号一样，尾巴比它们身子还要长，起到了它们一个平衡的作用，在跳跃的过程中啊，在奔跑的过程中都会要用到自己的尾巴，非常漂亮的尾巴。还有一个，为什么它们叫狐猴呢？因为它们是灵长类狐猴科的一种动物，它们长得像狐狸的一种灵长类的动物啊，哎，所以就取名为了环尾狐猴。它好像还有一个别名，是不是叫结尾狐猴？一节一节的尾巴。哦，好，刚才呢我们面前呢放了一些食物哈，大家是不是有没有看到它们在吃啊？看到了啊。那我们第一关的挑战呢就来了啊，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手里分发一些食物，然后呢让你们来喂给环尾狐猴，但是通过仔细观察，你们要知道它喜欢吃什么食物，然后呢你们要把它喜欢吃的食物进行一个排列，看看最后呢谁排列出来的这个食物顺序是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我们就能给它的队伍加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陈老师给大家来分一下食物。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会拿到5种食物，分别是红枣、葡萄干、青瓜、胡萝卜，还有个是香蕉。那一会儿呢我们这样分组进，谁先来？我先来。嗯，我们这边先来。现在呢我们的食物放在这儿了啊，喂的时候要有注意事项，来陈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拿到一份食物的时候，就把那个食物放在手掌心摊开给他们看到我手中有食物，他就过来吃了，对吧？同学们一人来选一种食物啊。两组队伍拥有相同的五种食材来喂给环尾狐猴。喂食过程中，同学们需要观察环尾狐猴对这些食物的喜爱程度并排序，最终排序接近正确答案的队伍获胜。赶快来和可爱的环尾狐猴零距离接触吧。多多多多多多，你看你多多多多，一边喂还要一边去观察它们哈。我感觉它们特别可爱，小肉垫特别软。一群狐猴争先恐后的抢过来抢我手里的黄瓜，它们真的是非常可爱，憨态可掬。我们环尾狐猴呢跟别的猴子啊有一个不同的之处，就是它们是母系社会的，就是它们在猴群中啊会有一个女王。哎，我们在场的所有猴子啊都得去服从他的命令，听从他的指挥的。我们人类呢是通过选举，动物界啊都是通过打架，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一个个的母的环尾狐猴都一个个打下去，得到他自己的王位。他们除了这些还吃别的食物吗？包括苹果啊，梨，苹果也吃哈，西红柿，鸡蛋，然后还有窝头。他们会吃肉食吗？会吃肉，我们每天也会给少许的肉末补充一些动物的蛋白。这是我们2021年的小宝宝，小宝宝。好了，你们喂完了吗？喂完。现在啊，我们来进行排列的投票。第一个是，最喜欢吃的是红枣。红枣，同意。第二个是黄瓜。黄瓜，不同意。哎，有两个同学不同意。没事。说说你们的理由。刚刚放在桌子上有很多个东西，管理员叔叔把葡萄干撒在桌子上，后面他们都来吃葡萄干。我觉得不对，因为当时他们吃葡萄干是因为他们当时只有葡萄干。再说当时我喂黄瓜的时候也确实引来了一大群猴子。那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同意黄瓜在第二位的请举手。那就第二位是黄瓜，第三位第三位是葡萄干，同意的举手。都同意了哈，来第四位是香蕉，过去就好了。同意香蕉是第四位的，请举手。香蕉排第四位，那么最后一位就是胡萝卜。那陈老师，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答案。好，接下来有请观察者队上场。准备好，3、2、1，开始。不仅自己喂，还要看看旁边的同学啊，观察一下这些环尾狐猴他们喜欢吃什么。放在手掌心，我们中间的那位小朋友喂的是什么呀？很受欢迎啊，红枣啊。每个环尾狐猴他们吃的方法都有特别的，有的呢只用嘴巴叼，有的呢会用手拿。环尾狐猴在我手心上吃东西的时候，我手心就感觉很痒，它的毛也很舒服。他们会把尾巴翘起来，这其实是为他们掌握平衡用的。他们跑到我腿上来，我又觉得很兴奋很开心，也觉得这些小动物们都很可爱。你看吃的东西。我们观察一下他们是不是会把头抬起来呢？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呢会喂一些多汁的水果，他们就会把那个汁儿流出来，所以说他们才会把头给抬起来。这么聪明，不让汁儿给浪费了。你可以摸摸它。什么感觉？是粗糙的还是光滑的？我感觉挺光滑，特别软。我拿这个香蕉喂环尾狐猴的时候特别受他们的欢迎，而且他们爬到我身上我也不怕。他们这个怀孕周期大概是多长？在5个月左右，他们要和妈妈朝夕相处半年的时间就可以独立了。小环尾狐猴他在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要抓住妈妈的体毛，在妈妈的腹部，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它才会慢慢地爬到妈妈的背部上面去。所以靠宝宝自己。对，靠宝宝的自己抓住妈妈的体毛，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好了，都喂完了，对不对？你们的排序是，第一位喜欢的是红枣，同意吗？同意，都同意。好，第二个呢？香蕉。第三位？葡萄干。好，第四位呢？青瓜。第五位是胡萝卜。胡萝卜。那么究竟我们环尾狐猴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呢请陈老师来公布正确答案。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另外一队上场。好了，现在我们第一环节的比拼和挑战结束了。那我先来问问我们同学们，刚才在这个投喂食物的过程当中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环尾狐猴很可爱，它会跳到你身上吃东西，会在你手心里吃东西。我问问这边的小朋友，
我把吃的放在手心上，然后他们会把爪子放到我的膝盖上来抢。所以说呢，我们投喂动物呢，一定要在我们专业的饲养员叔叔的带领之下，我们才可以进行投喂食物哈。因为我们给野生动物喂食物呢，是有一定严格的要求啊。在这里呢，大家不能去模仿啊。那今天呢，我们同学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饲养员与叔叔的辛苦。那我们把掌声送给陈叔叔，好不好？谢谢陈叔叔啊。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首先，第一位我们都是正确的，红枣。红枣。第二位是葡萄干，第三位是香蕉，接下来呢是青瓜，最后呢才是胡萝卜。那么我们哪一队的答案更接近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这一队的赢了。所以说在第一环节的挑战当中，我们的观察者队获胜，恭喜你们。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判断失误才导致全队输了，我觉得很可惜。我在喂葡萄干的时候，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都在疯狂抢，有的爬我的肩上，有的爬我头上，有的这样抓着我的手抢着吃。我喂它的时候，感觉它很听话，非常温顺可爱。仅仅是第一关的挑战，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三关挑战，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让我们开始下一环节的挑战。加油！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挑战。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袋鼠园，我们要请我们的饲养员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袋鼠。掌声欢迎我们的饲养员姐姐，告诉我们一下袋鼠在我们这里最喜欢吃什么食物呢？最喜欢的话是苹果，因为苹果比较甜嘛。除了苹果之外，它还吃其他的东西吗？玉米，还有比如说鸡蛋，会给它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而且呢，你们知道吗？这袋鼠园当中呢，现在是生活着两种袋鼠，一种是灰大袋鼠，一种是赤大袋鼠。首先呢，我们要在饲养员姐姐的带领之下，我们来喂袋鼠。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投喂的要求是什么。袋鼠呢，本身就是一种胆子比较小的，所以你们要温柔一点，轻轻的。而且它们视力是不太好的，所以要放嘴边喂。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一会儿呢，我们在这个喂食的过程当中，交给你们一个小小的任务啊，看一看哪个是赤大袋鼠，哪个是灰大袋鼠。近的开始，从近的开始。那只躺着的、哦、躺在地上的这位，木姐姐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两种袋鼠的区别。赤大袋鼠其实也叫红袋鼠，主要就是因为它们的这个毛色得名的。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灰大袋鼠的脸，跟赤大袋鼠的脸其实是不一样的。赤大袋鼠的脸会明显方一点。好了，那我们去找小朋友，我们让他们来区别一下。好，走。这个园子当中呢，一共有两种袋鼠，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是什么？灰大袋鼠与赤大袋鼠。每一个队就选一种，区分开。那接下来呢，两队的任务就是哪个队最先利用食物把袋鼠引到自己的领地，谁就获胜啊！我们一会儿要计时的，那我们就开始第二关的挑战。园区内有灰大袋鼠和赤大袋鼠两种袋鼠，两组队伍各自认领一种，先将袋鼠引到自己阵营的队伍获胜。注意，引导错误不计分。同学们，领袋鼠回家了。来，开始，找一找哪一只是赤大袋鼠。哎，立马就起来了。好，闻到了味道，加油，别全给。对，一点一点的引。对，一点一点。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再近一点，再近一点。您是怎么来照顾他们的？每天都要做哪些工作？比如说来的时候先看看他们状态怎么样，粪便怎么样，昨天晚上吃了多少东西啊。他们生病的话，他们粪便会有变化。哦，平时正常的是黑色的是吗？对，黑色一粒一粒圆的，要是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一坨，它自己会打理自己的。比如说身上哪里毛可能有点打结了，它会自己挠开。我的同伴们他们表现都很好，很积极的去喂袋鼠。我一直躲在人群中都不敢靠近那个袋鼠。他们走路的时候特别好笑，两只手放在地上，两个腿往前走然后再站起来的，特别可爱。我们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陌生人，陌生人、彼此不熟悉，他可能还得有一个过程。对，所以说动物和人之间是需要培养感情的。对。为了保护可爱的袋鼠，守护者队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
相信同学们会总结经验教训，再接再厉。接下来轮到观察者队出场了，他们会如何表现呢？现在我们观察者队呢做好了准备哈，你们选择的是灰大袋鼠。好，那开始。那树老师，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灰大袋鼠和赤大袋鼠的，它们在这个生活习性上有什么区别？赤大袋鼠是生活在戈壁，就是中部的地区，比较干旱的地方。对对对，像沙子那边待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灰大袋鼠的话，它在澳大利亚的西部会比较多一点，那边有草地啊、丛林啊。嗯。你可以先不给它，就吃到一点点，不要整根给它，把它骗过去。哎，好，动了，对对，好。对，非常好，马上就到了，马上加油，加油！咱们这个园子里现在一共有多少只袋鼠？一共是8只啊，就两种袋鼠加起来。对对对，像它们现在在舔手，说明很热呀。它们是在用舌头来舔这个降温，是吧？对对对，像口水附在手臂上，蒸发完以后不是会带走一部分热量的吗？你们现在已经用时10分钟了啊！如果再拧不过来，这个任务就失败了。加油！对，不要全给啊，吃饱它就不跟你了。好，让它往前走走。当袋鼠快要到终点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特别着急。再往前走点，哎，一点一点来，要有耐心。看一下你们的牌子鞋，牌子在那边，你别越拉越远了。它注意力被吸引走了，毕竟动物的精力是有限的。好了，那对不起。我们到现在呢，已经进行了15分钟，时间太久。我们观察者队的任务是挑战失败。好了，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舒姐姐，哎，非常辛苦啊，在这个太阳地底下呢，陪着我们一起在这里完成任务。但是很可惜的是呢，我们两支队伍都没有按既定的计划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的挑战任务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专业裁判员来点评一下。第一支队伍他们去喂的时候，就是5个小朋友就都围在了他边上，他很纠结，哎，这边看看那边看看都是好吃的，我该吃哪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在饮的时候不是很激动吗？声音有点大，很可惜差那么一点。那我们这支队伍呢，其实你给他苹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刚开始他是很犹豫的，我吃还是不吃呢？我又不认识你。我们对他们来讲是什么？陌生人。所以他很犹豫，后来你给他吃下去了，可能就有一点点觉得你可能是好人吧。但是你后面一直远远的吊着他，他能闻到，但是他又不想走那一步，所以他就那算了吧，我不吃了。哎，我跟你们也不熟，所以说我们的小袋鼠也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把精力聚集在一只袋鼠上。人在那太多了，3个一起围上去，那个袋鼠害怕了。我们尽力引了，但是我们不给它吃的时候，它就跑走了。它看到我们人太多了，它就跑了。我们还是共飞愉快，还是没有到达终点。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体验到了饲养员的辛苦，也感受到了这些袋鼠们的可爱。那很可惜，在这一关的挑战当中呢，两队都没有获胜。但是呢，我们并不要气馁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2关的挑战。有没有信心？有！来，加油！加油！接下来的一关又要与另一种动物零距离接触，带着好奇心的同学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迎接挑战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快乐体验，我是陈怡姐姐。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飞行动物。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飞行动物乐园当中。我们先有请我们的饲养员姐姐，有请。大家好，我是采蜜谷的饲养员。我园主要展出的是红色犀利鹦鹉，鸟体呢主要是红色，飞羽啊为黑色和蓝色。还有一种呢彩虹犀利鹦鹉，它的嘴啊为橘红色，脚为蓝灰色，头顶呢上颚及脸颊部呢为深蓝色。还有一种犀利鹦鹉是黄兜，它啊体型比较大，鸟体呢也是为红色，额头、下颚及眼睛之间是黑色。这一关的挑战呢，让大家仔细来观察我们的犀利鹦鹉。然后我留了2个问题在题板上，一会儿你们通过观察和饲养员姐姐的这个讲解之后，你们在10分钟之内来答出这2道题。我的题目是：犀利鹦鹉它吃什么食物？
第二个问题，成年和幼年的犀利鹦鹉有什么不同？如果谁快速地答出这两个问题，这个队就获胜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饲养员姐姐带我们来了解一下犀利鹦鹉。此关设置两个问题：一，犀利鹦鹉吃什么？二，成年和幼年犀利鹦鹉有什么不同？两组同学分别手持果盘吸引鹦鹉，通过观察犀利鹦鹉寻找问题答案，更接近正确答案的队伍获胜。同学们，擦亮眼睛，认真观察这美丽的犀利鹦鹉吧。现在我们看到同学们手上这两只就是不一样的犀利鹦鹉哈，红色的是红犀利，绿色的是红彩犀利。犀利鹦鹉它喜欢在山间丛林里飞跃活动，飞行时啊，它们喜欢拍打自己的翅膀，会发出一阵阵刺耳的鸣叫声，就像现在这样。对，它的叫声特别响，它嘴巴叼着水果，不敢张得太大，不然会掉下去，很可爱。好，那同学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哈，它的羽毛颜色，对，不同的地方。那这下面也是黄色和斑点色的。那它们小的时候长什么样啊？鹦鹉年幼的时候，它的羽毛颜色非常漂亮，年龄大的一点呢，它的羽毛颜色就比较暗淡。它们大概这个生命周期是多长？红色犀利鹦鹉寿命大概在20年左右，红彩大概在15年左右。它们每天的主食是水果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谷类的鸡蛋啊，它不以物为食的，因为它的消化系统比较弱。好了，现在守护者队的观察时间叮咚到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换观察者队来观察我们的犀利鹦鹉。来，有请我们的观察者队。同学们手上的都是犀利鹦鹉，对不对？对。成年和幼年的时候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的。犀利鹦鹉幼年的时候它的毛色啊比较鲜艳，而且呢带有光泽，就是年纪越小它的这个颜色越鲜亮。它们大概长到什么时候就算是成年呢？3-4个月以后，到10个月大的时候呢，鹦鹉的鸟喙就会变颜色，就是由淡色对变成红色。它跳到我的盘子上的时候，我观察到它的爪子非常的锋利，它羽毛是特别光滑，它的嘴感觉是勾回去的，但是啄你不会特别疼。来了一只不一样的，发现没有？这只是黄兜，体型明显就比这两种犀利鹦鹉要大很多。它身体就是彩色的，有点像彩虹的颜色。它身上的羽毛是5颜6色的，很漂亮。它胖一点，你发现没有？是的，而且它的爪子更大。我猜测一下它的年龄哈，它是不是有个8-9岁啊？有的，差不多哈。对，最特别是它胸脯上方的半圆形的黄色条状羽毛，好漂亮啊！我发现这个腿是蓝色的。哎，你观察得很仔细。其他的鹦鹉呢？看看它们的腿和爪子。犀利鹦鹉落到我的头上的时候，我感觉它的爪子抓到我的头上，刺刺的，痒痒的。有几只鹦鹉来跳到我的这些盘子上，觉得它们特别的机灵，也特别的有趣。咱们在生活当中见到的最多的飞行的鸟类有什么？燕子、麻雀。哎，像这些我们可能就平常不是那么能容易见到的哈。是的，犀利鹦鹉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所以我们既不能家庭去饲养它们，也不能去出售它们。是的，它是国家保护动物。好，那我们现在观察时间到，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准备答题了，好吗？刚才通过我们来投喂犀利鹦鹉啊，大家仔细观察了，同时呢也听我们的讲解员姐姐讲了它的生活习性啊。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的真正挑战了。各队呢面前有一块题板，现在呢我喊开始之后，你们迅速的把答案写上去，答得最快而且又正确的队伍就可以获得这一关的胜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3、2、1，开始答题。抓紧时间啊！好了，来，现在答题时间到，答得比较快的是我们的守护者队啊，把答案念出来。犀利鹦鹉吃什么？花粉、花蜜或苹果。好，成年和幼年的犀利鹦鹉有什么不同？成年鹦鹉的羽毛暗淡，而幼年鹦鹉的羽毛是十分鲜艳。来，我们这边犀利鹦鹉吃苹果汁。
成年和幼年的犀蜜鹦鹉，幼儿羽毛鲜艳，尾巴较短，成年尾巴较长，谁比较正确呢？我们要请饲养员姐姐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我们的同学都观察得很仔细啊。嗯，我们犀蜜鹦鹉它主要是以花粉、花蜜、果浆为食的。成年和幼年的犀蜜鹦鹉区别啊，幼年犀蜜鹦鹉呢颜色比较亮丽，而且它的羽毛带有光泽，年龄大的一些犀蜜鹦鹉啊比较暗淡，所以获胜的是我们的蓝队，恭喜他们答得又快又准啊。认真听饲养员说的那些话，因为答案全在那里边呢。饲养员讲的时候没有很认真的去听，就想跟那些鹦鹉们玩。我非常喜欢红彩鹦鹉，它的颜色很鲜丽，其中有一只鹦鹉还飞到我头上了，感觉它抓着我的头发往外扯一样，有点害怕。我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跟鹦鹉接触，我感觉鹦鹉特别可爱，特别萌。我们还有最后一关挑战，那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了，让我们开始最后的挑战。加油！加油！现在的局面是，前面呢咱们打成了平手，也只有在最后一关我们能够分出胜负。那最后一关我们怎么来挑战呢？那你们做好准备接受挑战吧。加油加油！两组同学分别通过触摸、听声等方式猜测动物，猜对更多动物种类的队伍获胜。同学们集中注意力，与动物们来一场零距离接触吧。我们守护者队开始。摸一摸，什么感觉？软的。嗯，还有呢？摸到它的这是什么部位吗？头。对，那你摸摸它的嘴。它的脚呢？尖的。摸摸脚，摸摸脚。没有，没有闪电。像小鸡。小鸡，好，你再思考一下，来，该你了。手伸进去，轻轻的摸一下，是什么？羽毛。对。这是哪？这是它的脑袋。呀。摸摸它的脚，有脚蹼吗？有脚蹼。是什么样的动物有脚蹼？鸭子。鸭子还有什么有蹼？鹅。我给你们提示一下哈，它现在的羽毛是灰白色的，但它成年之后呢，就会变成白色或者是红色。我们在动物园里经常会看到，而且它们是群居，我们经常会听到的特别漂亮的一种鸟。火烈鸟。火烈鸟没有白色羽毛。对。鸭子也没有红色。你说的答案当中，你确定一个给我？火烈鸟，火烈鸟。好，来来，我们揭晓答案。三二一，来摘眼罩。它是火烈鸟的幼鸟。回答正确了哈。你在动物园里看见过火烈鸟吗？没有，我在壁画上看到过。是什么样的？你给大家形容一下，你看到那个。就是腿很长的，嘴巴很尖。哎，所以呢，它成年之后，它的羽毛是红色或白色的。对，那恭喜你们回答正确。Yeah. 我就在那边摸尖尖的喙，还有那种带着足鳍的鸟，然后我就联想我在书上发现的内容，最后得出了正确答案，火烈鸟。小动物呢就在前面这个箱子里，要靠你们的手去触摸一下。谁先来？我先来。来，手放里头，摸一摸，什么感觉？肉乎乎的。肉乎乎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猫呀。你觉得是猫是吧？好，来换下一个人。我顶着呢，我顶着呢，就摸一下，好不好？挑战一下自己，体验一下快乐体验，就是重在体验，它不咬你，摸一下。我一开始不敢去摸，犹豫了很久，一直在那害怕。在陈怡姐姐和同伴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去摸了它。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可怕，很可爱。摸到了吗？摸到了。怎么样？感觉？它的尾巴比较硬，毛很。很软的，就像我们睡的枕头一样。所以你判断它应该是什么小动物？应该是狮子或者老虎。你给我一个最终答案。猫咪的尾巴是很细的，而且猫咪那种毛是蓬蓬的。然后我摸了它的尾巴是比较粗一点，比较长一点。狮子尾巴是特别特别细，但是又长的。对，它是从粗到细，然后比较硬一点，然后有毛毛的，肯定是要把狮子排除。好，把狮子排除。那猫的猫咪的尾巴它是有很多很多毛，而且很长的，所以应该是毛发比较舒服一点。我觉得是老虎。那你们说的对不对呢？我们接下来揭晓答案啊！来，三二一，揭晓正确答案是什么？老虎。我们请饲养员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所说的白虎，
但是它的全名是叫做孟加拉虎，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印度虎。那听它的名字就知道，主要分布的这个产地呢，除了在孟加拉国以外，就是在印度。那它现在是几级保护动物？濒危的保护动物，所以我们要保护它们哈。对，所有的野生动物，我们都应该去保护它们。好，谢谢饲养员叔叔。所以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啊，它是小老虎，但是它是老虎当中的一种啊。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小老虎。对，小老虎，不要怕啊，待会儿要靠你们的手去摸，它还有叫声，判断一下啊。轻轻摸一下，感受到了吗？想想，跟你摸过的什么动物比较像？鸭子、鸡。鸭子是吧？嗯。它的毛比较软，嗯，摸摸它的嘴，尖尖的，尖尖的，哎，鸭子的嘴是尖的吗？小鸡，确定吗？确定，确定。好，来，我们让后面几个同学，亲亲，是不是很可爱的？什么感觉？有点温度，有点温度哈，热的。摸一摸它的毛，感受一下它的大小，好小啊。嗯，是什么？你觉得？我觉得有点像一只鹅。你摸过小鹅吗？我感觉它脖子挺长的，能判断出来吗？就是像鹅。它长大之后，它的毛有可能变成白色，也有可能是红色。鹅。哦，然后它的腿会很长。是鸟类吗？对，是一种鸟类，而且呢，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鸳鸯。不是。不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来，三、二、一。是什么？是丹顶鹤。好，你们给的答案是丹顶鹤是吗？嗯。好，我们现在摘眼罩啊，来揭晓正确答案。三二一，摘眼罩。是什么？看看它是什么？什么？它是火烈鸟。哎，对不起，那你们回答错误。我对生活中动物的常识还不够，所以我以后学习也要认真，生活常识也要再加强。谁第一个来摸？好，来，小杨同学准备好啊。好。摸到了吗？啊，摸到了。是什么？你觉得像？我觉得是老虎。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毛茸茸的，而且它那个叫声特别像老虎。你主要是通过叫声来判断的，是不是？啊，我们让其他同学来摸一下。啊？摸着啥了？摸到它的尾巴了。长的吗？还是短的？长的。嗯。你觉得是什么？小狮子。保留一下你的答案啊！来，最后一位同学，准备好你的小手手。是什么？摸到它的什么？摸到它的爪子了。什么样的？你给我们形容一下。就感觉这个手心软软的。你觉得是小狮子是吧？感觉特别可爱的样子，软软的。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答案哈，一个说是小老虎，有两个同学说是小狮子。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小老虎。为什么呢？因为小老虎它的叫声就是这样的。你听过小老虎的叫声是吗？对。好，其他两个队员都觉得是小狮子，我坚定我的选择，我觉得它就是小老虎。三二一，噔噔。是什么？小老虎。小老虎。所以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小老虎是不是很可爱？我们请饲养员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东北。对，它是东北虎。哎，你怎么判断出它是东北虎呢？因为我感觉它这个颜色挺像的。还有别的颜色的老虎吗？白色的。白色的虎叫什么？白虎。它生活在哪里？草原吗？对。那东北虎生活在哪里？东北。可以这么理解，它主要的栖息地的话，在我国的区域是在东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嗯，但是东北虎不仅仅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动物，它也另称叫做西伯利亚虎。那我们这个小老虎，它在这里要待多长时间呢？我们人工进行一个繁育的话，一般来讲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好，谢谢您。一天下来，同学们与动物们进行了零距离接触，不仅有许多新奇体验，也收获了满满的新知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哪组队伍获得了今天的胜利吧。好了，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今天表现非常好的十位同学。我们今天到这里呢，四关挑战全部结束。那么在最后的一关挑战当中，由于我们哪个队把火烈鸟认错了呢？请举手。所以我们观察者队，你们呢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星银牌，每人一个。虽然我们取得了银牌，但是
我感觉我们队的表现还不错。我们也要爱护小动物，要更加友好的去关注它和保护它。我以后会保护动物，不能去伤害它们，和动物们成为好朋友。体验之星金牌得主就是我们的守护者队，恭喜你们。的好的，我就觉得他们很勇敢，我们队赢了我特别的高兴。所有的小动物都很温顺，应该跟他们交个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同时呢还收获了什么快乐，每个人都有收获和成长。希望我们快乐体验呢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呢热爱地球，保护动物。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快乐体验，我们下期再见。再见。